《圣经》最前线，五马看中国，我是陈小农。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长岛的 Adelphi University，呃，向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位台湾来的、在美国任教的一位政治学者——王维正教授。王维正教授您好，陈博士您好，呃，观众听众大家好。呃，王维正教授啊，是台湾在美国。 留学任教的著名学者之一，呃，他现在呢是 Adelphi University 的这个 Adelphi 大学的文理学院的院长，应该讲在学校里是属于这个管理层的精英。那他的本人的专长是政治学领域，然后他教的课程也是国际政治。那么他对美台关系。 应该讲是非常熟悉，那正是他在美国给美国学生讲授的。今天，我想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向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来自台湾的学者来介绍他对美中关系、呃美台关系的分析。那我个人呢是二十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就认识了王维正教授，所以今天有机会呢，我们再次能够在一起讨论一些当前这个台海。 以及美台之间的各种新的局势和变化，那王维授，要不要您给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呃，正经最前线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叫王维正。啊、呃，就如同陈小农博士刚刚讲的一样，我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我从小在高雄啊出、呃、生长大，呃，在台湾念完大学，台湾大学念完之后，当过兵，才到美国来。 我在美国已经三十多年了，目前在这个爱德菲大学 （Adelphi University） 啊、呃、担任文理学院的院长以及政治学教授。那我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呃，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有关于亚洲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对于美中台关系的话，呃，是有相当的兴趣啊、呃，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啊、呃、接受这个《政经最前线》的访问。 希望说能够跟啊、呃、观众听众有有所互动。谢谢王正教授。呃，今天啊，我们想是二零二三年的开年不久。那么，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王正教授你们都很熟悉，在过去这一两年里，台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更重要的是说，美台关系走得越来越近。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台湾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 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在关注台湾的未来？那么，我想呢，是不是可以请王教授您先向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介绍一下您的分析？就是说，二零二三年乃至二零二四年或者二零二五年，在这个两三年内，您怎么来理解和分析美台关系之间未来可能的发展？ 那谈到这个美台关系的话，我想，呃，虽然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二零二三年的这个开始，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这一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来看。那么，我想把这个时间往、哦、这个还还原到差不多一九九六年，就是呃，台湾这个呃台台海危机，然后也是台湾这个第一次总统直选，就是中华民国的全面的这个民主化开始。 那么，在这个呃这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从这个一九七二年啊、呃，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呢，啊、呃，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基本上是由美国来主导。那台湾的民众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的政治的一个安排。所以，台湾民主化之后呢，有两个现象。第一个话就是说，他呃民就民就民众的一般的这种。 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很重要而且显著的变化。第二个就是说，对于台湾这个民主化、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成就，希望说在国国际上能够有更多的能够认识或者是承认。那么，所以从九六年这个第一次总总统直选选出来的总统李登辉开始的话，台湾的领导人基本上来讲都要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回应台湾的。 民众的这个呃呼声啊，他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是呃台湾人，而且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经济的成就的话，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二个话是希望说能够在呃国际上能够有更多的这一个承认。所以呃，基本上来讲的话，从李登辉开始到陈水扁时代，我可以是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呃，啊台台湾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所谓的。 呃，这这这做我叫做所谓的 first mover，就是说他在这个这三角关系里面，他是第一个这个做做做这个采取行动的。那么采取行动不过是就基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希望能够扩张它的这个范呃它的这个国际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会引起这个对岸就是这个中共的反应。所以中共的反应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文攻武赫。那么一开始的话是武赫一九九六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然后。 呃，当然就就造成了这个台海局势的不稳定。那么，呃，美国呢，就是第三个这个 mover，他的第三个行动者，他不他回来呢，就是说介入这个局势，把它恢复成原来的这种所谓的现状。那么，就这这样的大家相安无事，到下一次呃危机而为而已。但是这个情势到了二零一八年以后啊、呃，有情势有所改变。这个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 呃，中国现在是由一个希望说能够在他任内能够完成这个历史大业的领导人，叫习近平。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美国啊、呃，政学界对于过去四五十年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的话，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现在美国政学界普遍认为说，过去的这个四五十年的这种主流的意见，交往政策呢，呃，成就了是让中国。 成为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很重要的一员，但是完全没有达到中国政治体系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民主。所以，美国逐渐的视中国为一个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威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就台湾的话是现在是非常满于现状，而中国的话变成是呃采取第一个行动的。那第一个行动的这个行动者呢，他被美国看来的话是。 不安于现状，所以美国的话要采取第二个行动。第二个行动的话就是来抑制中共。那么，所以在这个呃背景之下的话，你就会看出来说，就是您刚刚提到说，美台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话是变得个、呃、非常的咄咄逼人。那呃台，台台湾满于现状，中共不满于现状，所以他就他是第一个行动的。然后美国做第二个行动的，台湾不需要做第三个行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二零二三年到二二，您刚刚提到二五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跟中国自从二零一八年以来的那个，几乎是成为这个螺旋性、螺旋型的这样的一个呃下下降的一个关系呢。到美国这跟中国这两个核子大国都有一所反省，就是说这个关系不能够无限制的下降，必须要有一个停损点，然后要有有要要建立起一些这个规范来。 第二个话就是说，美国跟啊台湾都会各自进入选举季节。选举季节的话，当然会啊有一些，就是说为了这个啊赢得选票啊所做的一些言语等等。那这些东西呢，过去在呃呃对对中共来讲的话，因为他不太熟悉这个西方或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运作，所以他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过激的反应。 那这次的话，我觉得呃，中国的话可能会很细心的在观察，然后很冷静的在等待。但是对于这个结果的话，它可能会呃有很高的不确定感。所以我个人看的话，就是说，二零二三年到二四年的话，这段时间对于这个美中台关系来讲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事情。呃，的一个期一,一个一个期间。那这个期间的话，就东就是说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美台的这个实质的关系要加强。 那台湾的话，要面对这个呃，中国几乎每日都都有的这种灰色地域的这个行动，要加以这个呃防防范，而且要有有效的来啊应对。然后呃，台湾的民主的政治，如果能够每一天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能够更深化、更广泛、更广泛广泛的话，就是台湾民主的成就。那么中国呃也毫无疑问的会继续发展它的实力。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三方面就是说要到了一个对决的这个地步，我说还是还是不会，因为二零二三年到二四年这段时间的话，相当的不稳定，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也不会贸然的行动。呃，刚才王文这样说，你提到了这个，就是美台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深化。那么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说，就最近美国这个去年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 换人，换成共和党了。<的>那么，这个新上任的议长已经在最近表示说，他在准备安排访台计划。嗯、那么，您认为说美台关系如果进一步深化的话，呃，他有哪些方面应该讲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是应该做的事情？是，我觉得自从二零一八年以来到现在，就是呃，川普总统现在拜登总统。 啊、呃，这个美国的行政跟立法当局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国会跟这个白宫的关系，跟过去就是呃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么多年来讲有一个最大的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特别是呃克林顿政府时代，然后美国由于美国的帮助，呃把大陆引进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好、啊，这个是交往政策的一个最高峰。呃，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每一次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在野党都批评。 这个这呃，这个执政党认为说他们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啊，完、呃、丧失美国的原则。但现在没有，现在美国的不管是呃在野党也好，或者是执政党也好，都对中国来讲相当的怀疑，相当的强硬。那么共和党现在拿回了这个啊呃,呃国会的下议院啊，就众议院的这一个控制权，当然就是说主要的委员会，包括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话，都有共和党来做主席。 那么共和党本来就是对呃中共是呃抱持这个相当的高度的怀疑，所以我相信呃可以预见，就是说在未来的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呃美台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升温的这个情呃的举动会会更加很呃会增加。然后现在这个白宫虽然是由民主党来执政，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基本上来讲的话不会有意见，因为这个是有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 那您刚刚提到说这个美台实质关系增加的话，有哪些举动？我觉得可以做的很多，倒不一定说是完全都是非常呃这个有象征性意义的。比如说像新的国会议长，若麦卡麦卡锡哈、啊、McCarthy，他如果到台湾去访问的话，这固然是这个成绩呃过去呃的两个前先例。比如说像那个一九九七年的那 Newt Gingrich。 还有去年夏天的 Nancy Pelosi，如果 Kevin McCarthy，比如说今年春天到台湾去的话，并不算是破什么先例，但是呃呃，中共他肯定会有一些反应。那我觉得呃呃，美台可以做的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现在的话，必须要针对这个中共他可能会用武统的这个方式哈啊、呃，这个可能性增加的话，要呃要加强跟台湾在。 防务方面的一些合作，而且很多东西的话是最好多做少说。那然后在美台的话，比如说呃，由于这个呃中共在国际啊呃,呃组织方面，不管是多边也好，双边也好，对台湾有很多的限制。如果说美台，比如说在这个呃在这个呃经济领域能够有一些突破的话，我相信会对于台湾拓展这个经贸的这个外交层面的话，会有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一个作用。 然后人员的往来，那我相信这个呃任何美国人，呃，大部分的美国人到了台湾去访问的话，都会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受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却能够呃发展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制度的话，话感到非常的呃欣慰，感到非常的鼓舞。而且对于这个美中如果长期交往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的话，台湾应该是扮演一个很呃一个一个灯塔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可以加强的地方很多，倒不一定是要呃光光是着重在这个啊、呃、一个非常呃呃有象征性意义的，比如说像国会议长的来访，嗯，呃，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啊，美国也在有重要的行政官员正在做安排行程要去访问北京，嗯哼，比方讲这个财政部长耶伦<是>都可能要最近要去，<是>那您认为说他们去访问北京？ 会在多大程度上去会改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又间接的会对台湾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啊？刚、嗯、<哼>刚我提到过，就说呃，中美两个核子大国，过去从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二年，基本上这关系是直线性的这个坠落。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习近平。 他做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能够永无止境的下去，所以他开始的修改所谓的战狼式外交。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他向美国这个释放讯号，就是说希望能够恢复这个各方面的对话。那啊、呃，这个高阶层的对话，包括国务卿也好。 或财政部长的这个对话也好，是很重要的。那其他还有像国防部长的对话啦，还有其他过去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战略及经济的对话等等，我相信这些都会慢慢的会恢复。那么，呃，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话是大国关系，所以有竞争的层面，有合作的层面，然后有对抗的层面，这个这个趋势可能是会继续下去的。那么，呃，如果说，呃。 呃，他们经过对话的话，能够把彼此的这个立场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甚至于说有所谓的红线讲得很清楚的话，也许对于双方的这个避免误判会有一些帮助。因为过去的四年的话，呃，倒是真的有可能就是说，啊、呃，因为啊、呃、一些误判，或者说一些呃不不小心的一些事情的话，说、呃、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进入一个军事冲突的一个一个一个局面。那我觉得恢复高层对话啊、呃、是。 呃，一个很有意义的的第一步，但是啊、呃，这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话，毕竟是千丝万缕，相当的复杂。那么刚才我讲过，就是这种啊、呃，合作、对抗还有竞争的这个局面，应该是会继续。嗯，呃，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美中对话的重要性，对于稳定整个东亚局势，嗯，有一定的作用。嗯、<哼>那么我们也可以再把相应的角度。 放到台海两岸来，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最近刚通过修改兵役法，延长到一年的兵役，这是加强国防的必要的准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我们也知道，在野党也提出了一些个这个主张，比方说通过对话，希望中共这个对台湾呢能够有更多的善意。那您觉得说这个目前？ 在美中台这三方关系很不稳定的状态下，台湾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通过对话让习近平或者中共当局能够放弃他们攻台的这个基本的部署，或者我讲的是部署哈、啊，就这个不是口头的话，是，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 对话能对话出一个良善的结果吗？我想，呃，所谓的和平的话是人人都爱，但是问题是和平的话基础是什么？啊、哦，那呃，中共的话，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一个选项，只是说他跟美国建交之后，他曾经对美国有所承诺，就是说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呃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台湾问题，这问题本质其实是一个民主跟一个集权的呃这个的两个不同的体制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在民主，那和平的对的基础有很多，比如说现在在台湾的啊、呃、社会有一些人谈到说啊、呃、这个呃不要惹中共啊、呃、不高兴啊，或者说这有的人讲这叫所谓的绥靖政策的 appeasement。这个 appe 那呃，我们看着历史上有很有一些不同的例子哈，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特别是大国对小国有企图的时候，这个很多例子的话，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啊、呃，冷战时候苏联跟芬兰的关系。那事实事实上过去也有人提过的台湾所谓的芬兰化，就是说基本上芬兰可以这个维持它。 啊、呃，形式上的这个呃自主啊，主权的自主，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哈，尽、啊、量不挑战这个苏联的的那呃苏联的的立场。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现在而且经经过这乌克兰的战役呢，我们现在看到是芬兰进入了呃，已经已经申请要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所以这个是 NATO 过去成立的话是为了要防范苏联的，所以这个历史的话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看参参考一下这个以色列。 跟他环绕他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强权的关系，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也是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权利。那么中共对台湾来讲的话，他不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呃政治实体，所以有同样的目标。那以色列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很有参考的一个价值，就是说你如果要谋怎么样谋求和平，这个和平并不是一个非常。 完美的和平，因为这个和平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啊、呃，比缺乏这个主要的战役，然后对这个敌人来讲的话，他不敢对你轻举妄动。现在台海之间维持的和平是这种紧张的和平。那这个和平的前基体基基本的前提就是说，台湾的和平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个就是英文有一句俗话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就是说，你如果要和平的话，你必须要这个有用要强强大自己的实力，对不对？这样才有可能。 那么台湾，您刚提到说台湾这个啊、呃、国防预算，比如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然后这兵役的话，虽然在政治上来讲不是非常的啊、呃、受欢迎，但是执政党毕竟把它恢复到一年啊，那呃这个的话呃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可以显现出这个台湾对于加强自己防卫能力的一个一个决心嘛哈。那呃第三个例子的话，历史上的例子就比较有，我觉得可以参考，就是说这个。 不过这个是呃比较呃久远的历史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朝时候跟他其他中国跟其他这个所谓的朝贡国家之间的关系。那呃中国人的话，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他认为他是一个这个这个中央的一个大国。那可是我不觉得说他会把台湾当作是一个藩属国，所以我觉得。 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话，应该是台湾去参考，要怎么样能够维持和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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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范，就是说 peace through strength。那么如果说，呃，这个北京当局可以很真心诚意的对待台湾，然后一个平等来对待的话，我相信双方对话是没有什么问题。这双方对话不过是要谈到，就是说如如何让。 双方的关系能够站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政治基础上，然后对于这个呃在外交上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呃信心建立的一些举动，呃军事上有些讯息讯息举动，然后在人员呃交往方面，在经济交流方面的话，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海两两岸的目前这种紧张的不是很很稳定的和平来讲，会有直的这个变化，会变得比较积极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的基础。 但很可惜，就是现在习近平他认为说时间在他那一边，而且他可以逐渐的这个用呃用军事呃扩力量的扩张，然后又不断的这种灰色地域的这这区域的这种举动呢，让来磨灭台湾的呃人民的一个心智和台湾军队的一个防卫。那我觉得台湾的话，在这种时候的话，就更需要跟美国和其他这个啊、呃、想法比较接近的民主国家的合作。